呢度系太空馆嘅出面，呢个鹅蛋形嘅太空馆，系啊，唔系圆咕碌嘅，其实系鹅蛋形嘅。咁呢段片咧，其实就纯粹谂住喺呢度行个圈啫。咁啊，今日大蓝天。睇下呢個藝術品係咩名堂先，回聲在目。呢个是香港艺术馆，已经重开了了，不过里面室内地方呢是不给摄影的，所以我都不会特别入去了。我只是在周边那里拍一下啦，因为我每次在这个周边拍东西呢都是没有电收场的，希望今次不会啦。太空馆呢度有隻類似蜘蛛咁樣嘅物體，似蟹多啲喎，有蟹鉗嘅喎。好了，继续行啦。太空馆，呢度有个棚嘅，有一条走廊。都几靓嘅条走廊。咁呢度就話俾你聽，個藝術館裏面有啲咩展品啦。呢度影多一张先，睇下可唔可以攞嚟做 thumbnail 先。OK， 太空馆。
繼續行啦。呢度是文化中心，文化中心的主入口，不过我就不会过去了，不会入去了。今日的天有少少蒙，不过都好靓。文化中心，
尖沙咀鐘樓。好啦，继续行啦，系咁依兜个圈啦。哇，咁犀利嘅！千祈唔好俾我个十秒。尖沙咀钟楼，之前試過一次夜晚都嚟影過噶啦，嗰次係為咗影呢個低頭族嘅兔仔嘅，入邊有個鐘，啊，可能睇唔清楚啦。對面係海港城，咁誒啱啱見到 ICC。呢边有 IFC， 不过今日咧个天实在太蒙啦，咁啊睇唔清楚啦。咁我曾经试过一次咧，就喺红磡黄埔嗰边嘅码头啦，行到过嚟呢度嘅，嗰日系好好天。超好天啊！不过咧，可能热得滞，有啲蒙啊，对面冇办法啦。天星小轮码头嗰边唔知做紧乜嘢啊！見到出面有兩架天色小輪交換緊位置啊！
啦。咁啊，影翻呢边先。呢个其实是一个观景台位置嚟嘅，文化中心。呢啲廣告牌咁樣真係好有趣。
library 嚟嘅，個自助 library。好啦，行咗一个圈啦，有人结婚喎。咁啊，行翻出嚟，海旁位置。咁啊，見到人結婚真開心啦！好彩我都嫁得出啫。文化中心的长楼梯，一直都是很多人在这里坐的了。呢度是文化中心的平台位置，咁呢度永遠都是噶啦，有人結婚喺度影結婚照嘅。咁呢邊都係啦，有曬姊妹又好，
兄弟又好，親友都好，咁都係會喺度影相嘅。梳士巴利道，香港文化中心。咁啊，等人影完相先。OK， 行得。有名堂的喎，著名人間系列排隊。好啦，香港文化中心，呢边刚才行过啦，行埋呢边先。呢扎嘢都几靓喎。Hong Kong Museum of Art， 影多一次呢個位先。可能我會用呢一個位嚟做一個 thumbnail 嘅。好，繼續。超靚啊！呢度咁
前面就是星光大道那边啦，咁唔特别影啦，之前影过一次噶啦，呢一个都是影过一次噶啦，唔特别影啦。咁呢个音乐比较大声，所以就等我快啲行过去啦，睇有冇办法可以避过到呢个 YouTube 嘅审查先。有个内海位，呢度咧应该都算系 K 十一秒师嘅一部分嚟嘅，应该系佢哋管理嘅一个休憩空间位。呢度就俾人坐噶啦，楼梯咁样，不过咧就好大级楼梯啊。K 十一秒师，其实咧呢个位置都真系几靓嘅，佢有个天幕咁样，换一个角度真系争好远啊！嗬，好啦，继续行啦。呢度都是 K 十一秒师出面的花园的一部分啦。是非常之靓啊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呢个用 LEGO 砌嘅呢嚿嘢，用 LEGO 砌嘅喎，系一只熊猫嚟嘅。Donut Playhouse K 十一秒师。呢度有个法国科学节，好啦，咁啊，基本上我都行晒啦，要行嘅都行完啦。翻咗嚟我一开头嘅位置，哎呀，咁呢段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。我试下咁样影先，咁都唔系影得，都唔系影得特别好啫。算啦，放弃啦。拜拜。